轮回大了，轮回是轮回山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宇宙。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，我们星系呀、啊，用轮回是形容星系是好。你看星系都是转的啊，太阳照着围着银河系转，啊，这个地球这些行星绕着太阳转都是轮。这个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有太空当中运动的这些星球的时候，它都是在绕一个核心在转，啊，小核心绕大核心，大核心绕更大的核心，啊，这大了，这大怎么样呢？可以放在锚端里头，含锚端里头，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引申出来，我们讲染净，套这个话说，染非定染，净非定净。善非定善，恶非定恶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？这一点我们就通了。祖师大德跟我们说的都是原理、原则。啊，他能够应用在一切法。啊，就是法没有定性。啊，一切诸法。为什么没有定性呢？心现识变啊，心是自信，自信能生能现啊，它不会变。变是什么呢？变是缘啊，缘会变。千差万别啊，云就是现代科学家跟我们所讲的意念，这个意念千变万化了，前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个念头就去了，可能前一个念头是善，后一个念头是恶，不定啊。啊，如果都是恶的念头，啊，在个人身上来讲呢，会有烦恼，会有疾病，啊，他这个身体能现、能生能现呢，是自性，这个一点都没错。啊，他的体是自性啊，可是现象呢是实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为实所变啊。如果转罢时成四智啊，那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那不是设法界啊。我们常讲的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啊，人无量寿，虽然无量寿寿命很长，他不老啊，没有老化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变啊，所以树木花草啊都是四季长春啊，它也没有变啊，是那么样一个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妄念，不但是分别执着没有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啊。那个世界是凭什么现出来的？它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，真的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，是这么一个世界啊，我们不能不明了啊啊，这大乘经典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都有变化啊，为什么呢？
他还是用的妄心，他不是用的真心啊。阿赖也是妄心啊。那我们简单用最粗浅的话来讲，大家好懂啊。第八阿赖也是他的特长是记忆啊，我们学了东西会记得，就在阿赖耶。所以阿赖耶像我们仓库一样，这储仓库啊，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啊学习的东西都储存在那里，那是资料室啊。所以西方这个催眠术，用催眠的方法把阿赖耶识所含藏的那个过去式的都把你提出来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如果没有储藏的话，过去生中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它是一个储藏识啊。那么第七识呢，莫那识是执着啊。第六意识是分别啊。这个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，那是什么？传递信息，内外交通啊，把外面的传到里面，里面传达到外面，他是管这个的啊，他做不了主的啊，只是传达而已啊。我用这个方法讲大家好懂啊。那么真正做主的是谁呢？做主力量最大的就第六意识啊，他非常善变啊。第七识也很固执啊。真正当家做主是这两个啊，那念头变得快呀。所以这里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啊，没有定性啊，小非定小啊。你看一微尘里面能包含太虚空，哎，大也不是定大，啊，轮为大了，轮为是轮为山呢，就是这个宇宙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啊，我们星系呀，啊，用轮为是形容星系是好，你看星系都是转的啊，太阳照着围着银河系转。啊，这个地球这些行星绕着太阳转都是轮，这个轮回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有太空当中运动的这些星球的时候，它都是在绕一个核心在转啊。小核心绕大核心，大核心绕更大的核心啊。这大了，这大怎么样呢？可以放在毛端里头，寒毛端里头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引申出来，我们讲染净，套这个话说，染非定染，净非定净，善非定善，恶非定恶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？这一点我们就通了。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啊？今天地球上的灾难，每一天所发生的啊，我们是因为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接触媒体，知道的不多啊。我们只是听啊，同学们给我们讲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，网络上看到的啊，新闻上看到的啊，给我们一说，这太可怕了，怎么会这么多啊？那这些事情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这是近代啊尖端科学家的量子科学家
啊，我在书上看到有这么一节，叫自己生命，我们自己跟地球啊是一体共存啊，我们的生命跟地球是同一个缘起嘛，啊，同一个自信嘛，同一个缘起嘛。那么地球所呈现各种不平衡的现象，现在出现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人类体内呀失衡状况的写照。我们身体内部啊有了问题了。啊，我们内部不平衡了。所以外面感的地球的不平衡。地震、火山爆发啊，这个气候形态的变化，是吧？反映的是人类意识内所发生的剧烈转变，信念和价值观所形成的后果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随意念不善，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啊？能不能解决？能啊！怎么不能解决啊？这些科学家也说，他人类其实可以改变这些有关大灾难的预言啊，这预测的能改变，甚至那些逼迫在眼前的大难，我们都能力挽狂澜啊。怎么改变呢？当下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，我们这个地球马上就有救了啊！这个就是叫什么法无定性呐、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